请祝三 BB 乐基儿产后增磅。乐基儿基尼自从要自己养自己之后，除了落力想计吸金之外，还将整单心机放在首饰设计度，兼且玩自家制，亲手做货板和产品，悭得就悭，开创自己的事业。而基尼日前他的自家品牌就终于面世了，他就说是祝生仔，不同的是怀胎生仔到是一脚踢咯，而且幕前的工作他都不会减少的，认真勤力啊。我想我会两样去试咯，因为自己即系 fashion 同埋 art 都系 fashion 同埋 art 都系，喂 fashion 同埋 art 都系关于 creative 嘅，咁都去慢慢去试咯，即系唔会太大压力。咁而家系咪即系经济自己独立翻？我覺得即係人係要自己養自己嘅，所以唔會理係時間咯。咁我覺得即係揾錢係好唔同，即係總之你係做緊自己中意嘅嘢，咁你會見到冇錢人都會開心，有錢人開心。我覺得即係做自己中意嘅嘢係最開心，因為係你自己 passion。前排咪去咗台灣探訪，即係咪都會食？係咪即係當地食嘅話？其實台灣我不嬲去過好多次嘅啦，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個地方，同埋因為我都好中意食嘅，咁所以我開心我有機會去到咯。